今次參與嘅《歲月印記》咧，個感想只係可以形容好開心，因為點解咧？同唔同嘅導演啦，一起去合作啦，同埋每一個嘅環節點樣去接洽啦、接入去啦，咁樣都係一個技巧上邊嘅，同埋好難得一樣嘢咧，就話大家都係好享受今次嘅演出，係啦，大家都好努力去做所有嘅預備，係啦，咁希望今次咧都能夠好順利、好順利咁樣完成我哋嘅演出啦。